刚才吹的这首曲子呢，是一首江南民歌，它的名字叫《紫竹调》。口琴独奏曲是由石荣旺先生编配的。以前我也吹过一首紫竹调，那是由陈明德先生编配的。请大家听听不同老师编配的氛围。石先生在这首曲子里采用了手正音、八度和音、大小伴奏、小提琴奏法等等，希望您能喜欢。谢谢收看。